大剪刀，这个蹄子不硬哎，不硬，是吧？不硬。你怎么说是腰斩呢？啊？大剪刀，好巧啊！哎呀，好巧啊！好，哎呀，真利索，一下就断，一下就行了。捞不捞的还行。这钱没来花呀，买了个这玩意儿挺好用，掉裤子了。看下下嘴唇这么长，兜齿儿，兜齿儿鱼，你看看这个嘴唇这么长，看看浩南特别感兴趣，亲一口，亲一口，直接上场了，好嘞，好，直接上场了，那玩意儿，我问你，在这赖了太久了。从小就没修过。就得烧一份，你要不烧着一份，别疲劳疲劳。刘总，何总，刘总，多气体，这小鱼是经常干了，来动来动哈，好嘞好嘞好嘞，这还是不服啊，哎呵，不服，我打一个耳光，打一个耳光服了，啊，他显冷印儿，兜吃驴就是不老实，那比巧他还可以这么练，嗯，拧耳朵，啊。这是不行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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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疼不疼不知道，哎呀，疼不疼他自己知道，哎，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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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肉可不能老实了，我懂他等他等那是这块店不是谁的驴还是吧，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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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空体的，这里面都是空的。不吃了，不吃。人家平常没炸，一炸他倒出来，他说。坏了，这个。不，这掉轴。好了，你放手了。来，别叫了。我说串去，我说。哎呀，你说，假装没想着聊。没有，我就一个一个误上不行啊，一个误上不行。这饭，这刚才卖早餐了，嗯，都挺好的。你皮带来，你皮带来了吗？怎么了？他口不带，他说四大爷来气口了，老了很了。哪个人红的？耳朵去掉了啊，不过支棱不起来了，夹的。修好了，看看这小驴蹄子，修好之后特别漂亮了啊。好好吃，好好喝了，上边也就快了。